然后鸡舍的，鸡舍的就这上一次上上次抓的啦。我说只有抓一只的那一次，我说放回去的时候是一只变得可以摸，不过它摸了它就是没有反应，会稍微摇尾巴啦，可是就啪啪的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都是鸡舍的，这一只就是这两次去抓的。这只就是我说抓五只的最近这一次的其中一只，这只也要 OK， 这只母的，然后这一只也是母的，这一只就比较不 OK 了。这一只还要摸它，会稍微嘴巴会稍微张开，想要咬，很躲很闪。然后嘴巴就稍微张开，不会真的咬，可是很闪。再来这一只公的，这一只也是鸡舍的，过来。这一只公的是里面最 OK 的，然后这一只最后一只，这一只黑色的也是公的。这只摸都没有反应，可是身体就是僵硬。